大家好，我叫娜娜，来自陕西延安。我接触雪莲贴也是因为我一个朋友经常一直发缺，我也一直有关注，直到去年检查出来身体有各种的疾病，比如乳腺纤维瘤啊、子宫肌瘤。后来因为我也百度查了一下，像这些疾病呢吃药是不起作用的，所以我也就是抱着试试态的那个想法用一下雪莲贴。我一直用到就是用了三个多月吧，反正我去检查的时候乳腺纤维瘤医生是没有查出来的，但是子宫肌瘤呢是稍微有一点小，但是自己还是很开心。后面用着用着完了，我也分享也是一份事业嘛，万一有收入呢，所以我也想把这份爱呢一直做下去，传递下去。